哎，你看你看，他也在玩爆爽僵尸，被僵尸摸一下就死了，太菜了。那你说该怎么玩？看好了，没事都玩玩挑战模式，里面的僵尸弱，随随便便就能干翻一片，奖励也很丰厚。再开个宝箱获得角色碎片，然后去升级你的角色，攻击力、防御、血量等全方位提升。变强后再去玩关卡模式，按这个套路玩，通关就是分分钟啊。